这个绿的啥时候定的？这绿的啊，这绿的应该是比你早。嗯。都不就前面还有多少个绿的和黄的没叫呢？最少得还有15人，你看着啊，就直接红的就叫。当时也是没想那么多，直接奔红的去的。这里边有钩，侧面有钩是吧？你得往里，得这边撑到底才行。对，这边没下去。没办法，这个小身子好看吗？那活儿啊，我操，这么好看的。大的别毛了，反正。